本科的室内染指训练。把肩胛推起来，推开，把腹部收紧，臀部再低一点点。不要用二头了，全身发力，你只是控制一下你的哑铃的方向，对，对着你的自己的肩膀。更窄一点。你的眼睛看天花板，对吧？看天花板，盯着天花板。看斜下方，对，不要仰头。用你的指背，手指的指背，用你的指甲去切出力量，对吧？指背。加快，加快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跟本哥一起训练吧，好好运动，好好生活，下期再见。